哎，师傅，哎，我不停地面上，我停天上啊，我在天上停着那是飞机，飞机也停不了，它也得停地上啊。你见过飞机吗？你，陈师傅，你怎么又在地面上停车呀？那我停哪儿、啊？咱们小区三令五申，一定要停到地下停车场。停地下停车场不得花钱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啊，以前的事儿啊，他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啊。大前天，二姐夫，你把车停在了三号楼门口。让我们队长知道了，这家跟我凶的，把我凶的跟个兔子似的，我搁那包啊，哎呦我倒要看看，是谁把车停在三号楼门口？我左等右等，突然尿急，我上厕所，可是我三分钟就回来了，哦，车开走了，气人不？三分钟就开走了，你这都不算啥啊？前天他又把车停在五号楼门口了，我这个我死等，我必须要等，我看是谁，尿急，啊。又上厕所了啊！他这回我两分钟回来的，车又开没了。不是二姐夫，我就纳闷了，你咋把我上厕所的时间掌握得那么准呢？这还用问吗？天天拿个望远镜在家里边瞧，明白不？他拿望远镜不瞧别的，他就瞧你什么时候上厕所。臭流氓！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小鱼，你这个小子，哎，我不就是乱停个车吗？你老盯着我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你啊，我不盯着你能行吗？赵经理，我跟你讲啊，再不盯着我，这些奖金全扣没了啊！怎么呢？我跟你说，你不仅给我赔礼道歉，你还得跟我们班长解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告诉我们班长，不是我能力不行，是你这个业主太狡猾。我是上门女婿，站起来！都插门，你都把门插上了，你能见到妈妈吗？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拿？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打？我爱吃的三鲜馅是我妈给我包的。我眼中的泪花是我妈给我擦。啊，服务员啊，你再给我点一种那个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。这给我来俩果盘服务员。行了，干什么玩意儿？唱卡拉 OK 来了。呀！我说这位业主啊，咱不打太极行不行？我现在跟你说的是让你挪车，明白不？明白，但不能挪。为什么不能挪呀？我妈现在正在给我包三鲜馅的饺子，我还要尝尝我妈的味道呢。哎，先生，你别捣乱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最后再跟您说一遍，您把车挪开，挪不挪？不挪。好，既然您这样的话，那我对不起，我就不客气了，好不好？哼，你能怎么样？我只能给交通队打电话了。还给交通队打电话？哎呀，喂，交通队吗？我们小区啊，消防安全通道停了一辆车，车主呢不挪车，麻烦你们派拖车把车拖走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解决完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给我回来。干啥呀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把你的车拖走。哎呀妈呀，这透红透红的衣服我可穿不出去。哎妈，你看这红色多正啊，趁你脸色显白显年轻。对，妈多高雅呀，这多漂亮啊。妈，我跟你说，主要是心理的障碍。对，年龄大不是个问题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老要张狂，少要稳。对对对对，不行不行，这衣服我真穿不出去，我可不能穿。哎呀妈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衣服可是国产名牌，你要不穿不白瞎了。对，不是老伴儿啊，咱们得自信，总得把自己想象成一朵鲜花。哎，你别老把你自己当雌花。我可没你的厚脸皮，妈不穿，你咋这样呢？哎，钱瑞芳，哎。咋办？白买了吧？哎，来啊！哎呀，怎么的？小伙子，大姐夫啊，赶紧想想招儿，你快快！对呀，撒楞撒楞的，快点！哎，你怎么挨上了呢？这不是应该我挨吗？咱家里只要一出现困难，你哎，肯定就是你解决。我跟你说，我也不行。哎，你挨完你行吗？当然行了，街坊邻居们，你看着，我有办法。妈呀，你看这衣裳啊，我给你买的。2000多块钱呢，你说你要不穿，当小辈儿的也不能强迫你，是吧？那行了，扔了它吧。对，扔了，拿回来。
这么贵呀、啊？2000多块钱呐、啊！你看看，舍不得了吧？嗯、那我也不穿，你愿意扔，扔吧。哎哎，这大姐夫，哎哎呀，哎哎哎，这这是吗？来吧，上。那个妈，爸，我觉得你们穿上这一身啊，挺好看的，啊，没啥问题。另外，咱们范米粒啊是一个整体，对吧？所以风格一定要统一。对，我决定，咱们这次出席啊，咱们服装全部换了，就以妈这个服装的风格为基准。哎、这多好啊！行不行吗？行。孩子就一点都不像我吗？你说我是 O 型，我有证吧？啊。他是 B 型也验过了吧？你是 A 型，他怎么可能是 B 型啊？是我是 A 型，是我爸告诉我的呀。你说。你说这孩子肯定是报错了，怎么办呀？是不是？二米，你先别难受，先别难受啊！我来帮你捋捋。这个孩子呢是 B 型血，你是 O 型血，这都是有证明的，对吧？啊。那钱总啊，您这 A 型血验过吗？我是 A 型啊，我爸告诉我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证明他是 A 型血呀、啊。他那年小时候，我给他上户口的时候，户口有个栏得填血型嘛。啊，对呀、啊。他爸爸是 A 型血，我自然儿子肯定 A 型血呀、啊。不都说儿子随父亲吗？这血型。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血型是这么定的。大爷，你们这也太大意了。那钱总40多年了，连自己啥血型都不知道，还在这猜呢。啥40多年了？我今年才37。你别猜那些细节，你说不是？这么着吧，我呀今天出诊随身携带了迷你血型仪，咱们现场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这个主意好，这个主意、哎、来来来，测一下，快，钱志峰，快点、哎、测一下，快点。好嘞，这怎么可能生出一个 B 型血的孩子呢？就是。哎呀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没事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你测着啊！啊、嗯、啊，你还得等会儿啊！等会儿。哎，还得等会儿。好嘞，哎，结果出来了啊！钱总啊，您是 B 型血，你们看啊 ，O 型血加 B 型血是完全可以生出 B 型血的宝宝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吓我一跳啊！